的城市一地城乡废墟，地铁里的是人还是机器，为了自己什么都能排挤，戳压过去人死了没人搭理，讽刺政府但做同样的事，为宣传看那言行举止，含着困皮的家伙家的要死，最后还不是被利益如罪如痴。差不多的故事听多了，我知道通知所有人的思考，还真把那当过性了，多了口下鸡巴下逼真的傻帽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想独特就想想什么是原则。我发现描写花椒在微博，自以为是明星的举手有万个，问你脑子是否 bang bang 有意思吗？那样过着天天，谁都不再说什么真言，换着本期带着可笑假面、oh。车辆密集的道路来超速的行为，人飞出去的事故，法律到底为谁服务？犯错过的犯人在大脑大哭，看那 TV 还有 radio， 为硬币事实做着工作，只看表面的家伙被娱乐的节目蒙骗了双目，媒体当你是妓女被蒙羞了，还在热烈的欢呼，手里摸 iPhone 的 enemy 整天激动的发无聊天到处，看够了真是无趣，有多少金币才能全部装进去，这么多自以为是的波浪币，塑料带杆子来装这些垃圾，失望来得很彻底，呆然的视线，也许只是我有点神经质也说不定，但我认为这时代已经痴呆状态，就像发现的女人站街上摇摆，爱也不存在，缺少他的性质是不理智的动态，时日要不要拿来拿什么化的社会，嘿，看似是物质社会，但掏了心的里面其实什么都没